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今天我们先来想象一下，假设自己因为某些原因太痛苦而想不开，从汉江大桥上跳下去了。但是上天保佑，你的生命没有就这样结束。而那一瞬间，突然特别想活下来的你，拼命的游着泳，拿起防水的手机打电话向119求救。但是接电话的人把你的电话当成是恶作剧的话，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呢？这是在韩国实际发生过的事情。 2018年11月27号凌晨1:28，119接到了21岁女大学生崔某的电话。 因为崔某的声音异常的平静，所以接电话的119情况室的人有点怀疑这是不是恶作剧电话。马普대교에서뛰어내렸다고요？네，过马路的，지금한강에거든요。여보세요？한강이에요，지금。거기가한강이에요。 거기가 그 내가 거든요. 선생님이 마포 대교 뛰어내렸다고요? 네, 그거 내가 근데 한강인데. 네. 안 들어가? 네? 안 들어가거든요. 근데 지금 이렇게 말을 잘할 수가 있나요? 그 수영을 하고 있잖아. 네? 내린 거예요, 뛰어내릴 거예요. 또 내렸을 거야. 지금 한강이라고요? 对的，119的工作人员还是觉得这是恶作剧电话，开始用反讽的语气来说话。啊，그래요？인데어떻게한강인데말을잘하시네요？지금한강수영하시면서통하는거예요？这不是한강인가아니거든요？哎，长安전화그러면우리가长安전화로생각안해요。아니저그단에서말씀을드린거예요。한강에한강에서수영하시면서이렇게전화까지하는거보니까대단해가지고。 알았어요, 우리가. 마포대교 남쪽이에요, 혹시 북단 쪽이에요? 여보세요? 시도 쪽이에요? 아니면 마포구 쪽이에요? 가운데요. 가운데 쯤이에요? 네, 알았어요. 우리 전화 좀 잘 받아주세요. 2018年11月27号凌晨1点多，从马普大桥跳下去的21岁女大学生的尸体，于4天后在距离马普大桥10公里的乍阳大桥附近被找到了。都说了自己已经跳下去了，接电话的人却因为崔某的声音很镇定，就质疑是恶作剧电话，反复提问一样的内容，甚至还反讽对方。虽然不是说1点都不能理解这个情况，但毕竝是119，所以不应该排除所有的可能性。然后还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一般如果接到在汉江失踪报警电话的话，在找到失踪者为止。 119会一直寻找，但这次的寻找行动只进行了20分左右后就结束了。然后根据法医学家发表，崔某的身上有一个16公分左右的伤口，这伤口是被船的螺旋桨割出来的。而根据警方的发表，事发当天在马普大桥运航的船只只有救援队的船只，但是因为无法判断螺旋桨是不是直接的死因，所以法医学家最终以溺死为结果处理了这个案件。在事发后，当日接电话的119工作人员收到了停职几个月的处分，而女大学生的遗属们也向法院提高了首尔市。如果 当时119情况室能好好传达事故位置的话，崔某应该就能活下来的。但是这个诉讼以原告败诉结束了，法院认为虽然被告是违规了，但是无法肯定如果没有违规行为的话，崔某就能活下来。在打电话的时候，崔某是有多想要活下来呢？而听到这段录音的父母，这心真的要碎了。 然后今天这位119的工作人员确实需要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态度，但是另一方面也很好奇，平常是有多少恶作剧电话的话，才会让119的人质疑这会不会是一桶恶作剧电话呢？真的是让人非常心疼的事件。对于21岁女大学生跳汉江事件，大家觉得怎么样呢？